嗯，太吵了，爸爸，你用电视看球赛，妈妈，你用我的平板看综艺。我看行，这安排不错，不错。怎么，你用红色的碗给我蓝色的？红色是我的新颜色，还给我。我是一家之主，这是我的，以后红色碗都是我的，家务都是我干的，凭什么听你的？得听我的。那两个人都要红色，不就完事了吗？红色碗吃着才香呢，红色的碗才有食欲呢。这餐给我，你太薄的，我怕冷。空调16度，我也冷啊。被子。